看一下这里，这里有一个小孩，你看睡在这个沙漠上面，你看了看到没有，对吧？哇，这个小孩好可爱啊，竟然趴在地上睡觉，你看啊，好大一个小孩啊。石榴，等一下你就给那个小孩拍张照好吗？好，来，你在这里来啊，拍个照啊，来，对，来来，咬住咬住，定啊，别动啊，我给你拍个照，对，我给你拍个照先，好了吗？拍个照啊，对，给你拍个照，拍个照。对，好个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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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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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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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围着那个，那个看一看，啊，我们围着这个大地之子啊，这里，好大个巨鱼。我在电手机里经常看你啊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三个狗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大哥，你在这里玩的哈？啊，对对，我过来逛一逛，辛苦了辛苦了啊！这个是个什么狗？这个是个马犬。马犬吗？啊，马犬马犬，对。长大了这个。对，长大的。你们从哪里来，大哥？山西。山西啊。哦，好远啊！我在手机里啊，经常关注你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我们逛一逛。啊，嗯，拜拜。哇，你看，小孩这么大，你看。看，咱们石榴刚刚也拍了一个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这个呢是石榴，我们今天来到戈壁滩上啊。来看大地之子啊，这个大地之子长的话有15米啊，高有4米多，真是够大的。好的，你看，一望无际的。你今天不要在这里又给我捡石头，石榴，你捡那个绳子就可以了。对，啊。就是你练着绳子，练着绳子，你看，风沙好大呀！这里，现在的甘肃实在是太热了，啊，幸好咱们的车停在那里比较近，这一眼望不到边，全是戈壁滩。你看戈壁滩，从这里看的那个小孩，你看光着屁股，那个长度的，整个长度有15米远啊。你看石榴在这里，朋友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汉武大帝的这个头像啊，在沙漠里面，非常有气势啊。朋友们看这只狗子有多听话。我让他坐那里别动，他就真的别动。我刚刚飞完无人机啊，你看我要把它装起来。啊，叼了一根绳子坐那里。原来那边很多羊和骆驼在那边哈，所以我们不能过去。所以呢，我就让他坐那里等着我。收好东西，咱们去找宝贝啊。走吧，石榴。这是什么石头啊？啊，让你咬一下，
啊，他不要，他不要的我们就不要了，你不要的石头就不要了。你看这里有一个也石头，你看这里，这里有一块石头，可以吗？哎，你拔了给我了，他拔一下了，来给我，来来坐。这个石头有没有价值？不怎么好看，你看他又在拔，你又在拔石头。石头过来，把石头给我看一下。你看这里也有一块石头，这不知道是什么石头。你看这里好几块了，我看一下，他在找玉，找石头。你看他，掏去。你看，他在把那个石头。来，给我看一下，给我看一下，哎，来，给我看一下，这个石头还要吗？他把石头搬走了，来，给我看一下，咱们搞专业一点，我拿了一个灯来了，这个有点像玉石。透的，这个石头还可以，因为感觉，这个石头可以。那石头，你把你那个石头给我照一下。这个石头，等，这个照一下。这个照不亮的就不要，知道吗？拿过来，拿放这里。好了，我看一下啊。看一下，这石头不是特别透，这石头就不行，但是有点意思啊。他今天钓了这三个石头，你看，这个石头有一点点的感觉。有一点点透，这个石头是最透的。这两个石头拿回去同不同意？哎，是宝石的话叫一个，啊，同意吗？同意就叫一个。是宝石吗？是宝石叫一个。是宝石。行吧，那我先喝点水啊，把这个两个拿回去洗一下先，你别搞了。喝点水去，来喝点水，辛苦了你啊！来，喝水。你看，我让他把他喝水的瓶子拿着，他一直叼着，啊，真聪明！哎呀，终于走出来了。你看，我的天哪，太棒了！你看，把垃圾捡回来了。我的天哪，直到把那个瓶子拿过来看着我，哎呀，太棒了，石榴。芒果过来，好给。嘿，哎，你别滚，别滚，别在地下很脏，有灰。走，去玩一下。走，不是，走，上车吧，上车去，快点，上车去啊。现在我们回来了，把这窗户关着。哎，这是石榴，找了三块石头，我拿了两块石头回来。我现在看一下啊，这个感觉，啊，感觉有点意思啊。嗯，真的不够透。这个，哇，这个你看，好亮啊！天哪，怎么这么亮啊？你看，天哪，你看，好亮吧？这个，你看，朋友们看一下，这个石头真是够亮啊！
看到没有？别人来这戈壁滩上是看风景的，我来戈壁滩是捡石头了啊，因为是石榴啊，给我一些启发。带石榴走一趟，石榴总有他喜欢的石头，我就把石头就拿这个灯一照啊，这个方法也是别人教我的，一照，今天就收获了两个比较特别的石头。大家说说，这两块石头哪个石头的价值会更高？这个比较亮一些，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哇塞，你看，这个是最亮的。这个呢，它不怎么亮，但它花纹啊很好看。朋友们，你们说说这两块石头，哪块石头比较有价值哈、啊？